三、推进政府服务管理方式创新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更多运用市场化、社会化、信息化方式加强服务管理，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，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和规模，分级实施购买项目目录管理，推广凭单式购买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，启动建设信用信息平台二期，全面建成区县信用信息子平台，建立健全守信激励、失信惩戒机制。